我已经签好字了，真的回不去了吗？直到这一刻，我依然无法接受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。他曾经是个好丈夫，事业有成，对我温柔体贴，他也曾是个好爸爸，对女儿无微不至，从没让她失望。但后来一切都变了，无休无止的争吵让我们精疲力竭，曾经的美好点滴全都变成了令人心碎的疼痛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一切就像一场永远醒不过来的梦，而梦的开端是那个普通的清晨。起来呀、啊！你看现在都几点了？上次订的西服送来了，你一会儿起床试试啊？不用试啊，你订的衣服什么时候不合适我了？小宝贝，快起床啦！太阳晒屁股啦！不要，妈妈，屁股再睡一会儿。多好吃的！你要是再不起来的话，爸爸就要把你的吃的全部都吃光了。快点，不想起，快起来。那你要让我起一下，再亲我一个。嗯，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床了，起床刷牙。哎呦，不要起了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
哎，帽子好了。很辣的，你少吃点。一大早吃这么重口味的，胃痛怎么办？清淡了。心仪，老公，吃饭前我们先一起拍个照吧。一、二、三。你说你每天都拍同样的照片，有什么意思啊？好啦，你不懂啦。年底的时候，我看相册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了300多顿早餐，多有成就感呀！嗯，行，我老婆最厉害。嗯。走啦。嗯，这样才香嘛。你这一大早喝这么多咖啡，你这不怕被刺激了？报复心挺强啊。我不让你吃辣椒，你就不让我喝咖啡是吧？我可没有啊，那是关心你呢。今天公司要搞个庆祝会，我会晚点回来，你就不用等我了。是庆祝我老公升职吗？嗯。妈，这儿有解酒药，喝酒前吃一颗。哎呀，知道了，放心吧。咱晚上家里见，你自己开车注意安全啊。记得吃午餐啊。我知道。老公，再重复一遍，嗯，我们的约法三章是什么？第一，不可以乱跑乱喝酒；第二，晚上11点准时在停车场等你；第三，每隔1小时要打电话给你。那如果没打怎么办呢？那如果没打的话就……那要是手机没电了呢？我保证你48小时都有电。还没吩咐完啊。哎，哥早啊。上班快迟到了啊。对了，耗子说晚上跟你有个饭局是吗？嗯，放心吧，哥帮你看着他。这才我亲哥嘛，看好你妹夫啊。行了行了行行，快走吧，注意安全啊。哎，老婆再见。哎，我问你，为什么当初我追你妹妹的时候没觉得她这么厉害呢？哼，这婚前婚后能一样吗？那为什么你老婆婚前婚后一个样呢？那因为我是一样的呀。你呢，追人的时候甜言蜜语，结婚了就开始走神，好几次都差点犯错吧。我妹能不盯牢你吗？能不能公平一点，差点犯错那是没犯错呀，就是一个有自控力的男人绝对不会让自己差点犯错的。啊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得叫你市场总监了，对不对？公司做大船，今天会有个大惊喜，陈总安排的。你在公司自律又深，业绩又好，这市场总监的职位肯定是你的。到时候整个市场部都归你管。说好了，这回你得请我吃大餐。今年的经济大环境什么样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很多公司不是裁员，就是亏损。而咱们云海，仍旧能和往年一样，保持非常稳定的收益。这一切都归功于任经理。
还有你的团队。但是市场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，不进则退，所以咱们需要更多的新鲜血液加入啊。我挖来了一位高级品牌经理，相信有他的到来将会刺激我们，打破现有格局。一鸣，你是我最得力的左右手，希望你能够敞开心扉，和他一起共事。大家好，我叫梁媛，很高兴可以有机会和你们一起工作。一鸣，我特地在市场部为他单独设立了一个团队，你们两个现在都是市场部的经理，希望你们可以各自带领团队，团结协作，让公司更上一层楼。袁经理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。孩子是我不想生吗？耗子现在那不定性的样子，我万一怀孕了，他再有个花头，我不得活活气死啊！生出来谁带呀？他每天工作压力够大了，一天天就着急孩子。好了，生孩子呢确实是你们小两口的事儿，你们自己要想清楚，也不要被长辈的话打乱了你们原本的步调。我婆婆要是有你这么通情达理就好了。我哥能娶到你啊，绝对是上辈子拯救了太阳系。记得把老人家哄好。好了，我知道了呀，我肯定给他哄回来。我婆婆这人好哄得很。你呀，我先不跟您说了啊，主管来了。好，头再抬一点。对，这些都是公司新上市的运动服饰系列，现在公司市场部大部分的事情都是由任一鸣在管理，业绩嘛稳定增长，但是离总监的位置还不够，我期待更多。我希望新产品的销量能在年底翻倍，如果你能做到，市场部总监的位置就是你的。把我拉来当竞争对手，不怕任一鸣生气吗？那么好用的左右手现在可不好找。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，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不是吗？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。放心，工作上我从没输过。一块方糖，不加奶，和以前一样，对吗？谢谢。过得还好吗？挺好的。你呢？很不错。我们很多年没见面了吧？你看上去
还和以前一样。是吗？你比以前更漂亮了。很开心啊，能跟你一起共事。走着瞧，看你还能开心吗？有朋友留言问我，如果没有时间还怕胖，该怎么办呢？你看，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提前煮好所需的量，然后分成这样一小份一小份的，再包上保鲜膜放到冰箱里冷冻。想吃的时候拿出来上锅蒸一蒸，口感和新鲜的米饭没有太大差别。而且冷冻过的米饭会产生抗性淀粉，热量会大大降低。我有一位减肥的朋友，定期会从我这里撬走一些冷冻的饭团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试试啊。梁经理，这以后就是您的办公室了。老地方，行，哎，这次我请客。可以呀、啊。你们都是我看了履历之后甄选出来的，我的团队不用加班，没有996，但只有一点，必须完成我布置的任务。我站在这儿不是来帮公司养闲人的，职位只会给到有能力的人，所以如果没有做好准备，或者是打算在这家公司舒舒服服的养老，现在就可以走。别浪费大家的时间。没人离开，那就好好的工作。只要完成我制定的目标，团队里的每一个人涨薪30%，年终奖3倍。10分钟之内收拾好你们的个人物品。公司不是养宠物和聊天休闲的地方。明天我会重新布置工作。听见没有？30%。一鸣，我希望新产品的销量能在年内翻倍。如果你能做到，市场部总监的位置就是你的。你干嘛？哎呀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连乌龟都不让养。你先帮我保管一下，过两天我就带回家去。哎，你说，陈总为什么要安排一个人来对付你啊？哎，行，别乱猜了。陈总肯定有他自己的理由。我感觉这个女人可不好对付。静观其变吧。哎，对了，你今天怎么回家呀？是我妹来接你吗？我跟你一块儿。这个。今天晚上啊，又怎么了？哎呀，还不是那些从外地来的朋友们，难得来一趟，非得喊我去聚聚。你说我都已经答应人家了，我要是不去请客，实在有点太说不过去了。我猜你那些朋友里，应该不少姐妹吧？其实，你要是跟我一起去也行。你忘了今天晚上公司有应酬了，但你小心点，可又被我妹给发现了。你太小瞧我的反侦查能力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得赶紧回去工作，免得被抓小辫子。说好了啊？嗯，哎，也说好了啊，只是吃饭。这年头谁还天天自己做这些啊？你买现成货叫外卖多方便。自己包的还是干净卫生，自己的油，自己做的馅儿，还是放心一些。我真服你啊，每天在厨房待着也不嫌闷。啊，你说像你，好歹也是正经大学毕业的，上班那会儿也是做过公司的销冠啊、模范啊，可精彩了。现在呢，每天在家洗衣做饭，照顾老公孩子，你不烦也不觉得可惜吗？嗯。不觉得烦，也不觉得可惜。虽然家务活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，但是每天也会有不同的乐趣啊。
比如说今天开出了一朵漂亮的花，明天我又实验出了一个新的菜谱，等心意大了，我出去上班肯定也会怀念这段日子的。现在你哥工作很忙，心意又很需要我，我能把他们照顾好，一家人开开心心的，我挺知足的。我真羡慕你，什么时候都开开心心的，好像也不用担心什么。不过得提醒你啊，你对我哥太放心了，他那么受欢迎，你别太大意。很好，这个还不错，这一点点，但是要让他把性感度降低，把活力感提上来。我们这次的新系列主要想展现新女性的健康自然和热爱生活的精神。好的，老大。好了，休息一下，咱们准备拍下一组啊。他看着好有魅力啊，要颜有颜，要能力有能力。他就别想了。看看我还单身。为什么单身？因为没有魅力啊。你没有魅力吗？请等等，等等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能加您个微信吗？万一以后还有别的合作呢？什么别的合作呀？比如说写真呢，还有一些泳衣啊，这些都可以的。或者我们可以结伴一起吃个饭，看个电影。袁经理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呀，你看，一个不小心，包好的饺子也会散开。散开了就把它捏好啊，担心有什么用？婚姻又不是靠担心来维系的，有时候捏得越紧啊，就流失得越快，用巧劲儿捏得才好。是这样啊，我们云海服饰只做女性服饰，不会产生什么其他别的合作。你以后工作上有什么问题，可以直接联系阿金。袁经理，我们都合作那么多次了，怎么也得加一个微信啊。来，我扫你。这里是办公区域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今年公司不是要推出高端线吗？那我们是不是有必要提高一下甄选模特的标准？男人，你就看我哥，事业有成，不谢顶，不啤酒肚，还是个三好男人。总有那么一些人想不劳而获的，你就别说我哥那样的了，就那些普普通通的歪瓜裂枣的，比如说我们家耗子，一样总能找到机会出去花花呀。他这辈子估计只有进了棺材才会安分。你别这么说你老公嘛，这是现实好吗？那你也别总是紧张兮兮的，你把耗子查得那么严，他也会烦的。你提醒我好几个小时，我跟他干嘛呢？今天下午抱歉，我太唐突了。没关系的，工作吧。你发给我的那些模特的照片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你真的稳重了好多，太让人不敢相信了。结婚了，有家庭了，应该稳重些。替你高兴啊，好奇那个可以制约住你的人。其实没有什么谁制约谁，互相扶持。哎，小金，你喝醉了吧？开车了吗？我没事，帮我叫个代驾吧。你现在住哪儿？深长路88号。电话号码还是之前那个吗？139。
尾号是8188，对吧？我替你叫好代驾了，去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先回去休息吧。哎哥，文浩电话一直打不通，他在你旁边吗？叫他接电话。文浩，我给你看一眼啊。啊，小飞，文浩刚刚好像去洗手间了。你骗人！你那边声音空荡荡，他有冲水声，是你在卫生间吧？你俩没在一块儿是吗？你到底是他哥还是我哥呀？告诉我他在哪儿？不说是吧？行。哎，哎，任飞，你大晚上去哪儿找他啊？谁说我不知道他在哪儿？被发现？不可能！混迹江湖这么久，全球定位系统对我来说都是小 case。哎，有了他，根本就查不到，我就说你不会吧，美女们，看到没？这就是落伍，落伍他就要挨打。我的，交给我，交给我呗，啊，嗯，我告诉你啊，这，我求你了，你哥，求求我呗，啊，好，教你来。说好了，然后加个密码，这样你老婆就打不开了。她如果问起来呢，你就说不知道，人家过上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有没有专门为老婆设计用来破解老公的软件呀？没有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东？没有什么是破解不了的。亲的啊，亲的小哥，亲的啊啊啊，亲的啊！你为什么骗我？打电话也不接，你是觉得我找不到你，还是觉得我蠢呢？我请一帮朋友唱歌喝酒，又没干什么。那脸上是什么？逢场作戏罢了，男人交际应酬很正常的。求求你了，相信我吧。你别跟我说相信这个词，我相信你是去参加公司的饭局，我相信你会遵守我们的约定。结果你在干什么？你就这样对我呀？你看到的那些女的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，她们只是一群玩得比较好的女性朋友。女性朋友啊？那我也请他们的老婆去喝几杯，也找几个玩得好的男性朋友，你觉得行吗？你一天到晚查手机就已经够烦的了，你这样子我很丢人呐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无理取闹了？无理取闹？我无理取闹嫌我烦了是吧？那离婚吧，明天就离。又这么说了，还嫌今天折腾的不够吗？你是不是真的想离婚？
总这样啊？老公大半夜不回家，电话也不接，谁会担心啊？你万一喝多了呢？万一出什么事儿呢？我要是不安静，我管你干嘛？任飞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孩子不爱玩了，你就玩命在这找我。任飞，任飞，任飞。你说他怎么就不能跟我说实话呀？他骗我干嘛呀？他要是直接把事情跟你说了，一开始你都不会让他去。那我问你啊，自从你们在一起，他有没有真的找过别人？那是我盯得紧，他那么爱玩，我不盯紧他，我早就……你看，没发生的事情就不能当依据，没有亲眼看到过，你就不要疑神疑鬼的。你把自己累得够呛，他也不好过。还有啊，以后在外面你给文浩留点面子，有什么事情回家关起门来说不好吗？我性子急吗？我有时候我一着急我就冲动了吗？离婚这个词很伤人的，你只能说一次，就是在你决定要真正离婚的时候。我知道我不该总提离婚，哎，我有时候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吗？那是因为你知道，你一说离婚，文浩就会过来给你低头，给你道歉。表面上看起来你很威风，好像是掌握了主权，但实际上呢，你们的婚姻能不能维系下去，取决于文浩，取决于那个主动低头、主动维系婚姻的人。你自己想想吧。他俩怎么样了？得先分开一会儿，冷静冷静，再让文浩过来解决吧。你呀，真是的，做哥哥的你也太伤小飞心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也不能帮着文浩去骗小飞啊。你之后跟他道个歉。知道了。其实文浩啊，就是贪玩了点，没有正形。他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儿，不然肯定是我第一个饶不了他呀。希望他们俩能好好的和解吧。有些男人啊，他就是这样。逢场作戏吧。有些男人，文浩是有些男人啊，那你老公肯定不是啊。我怎么可能逢场作戏呢？我是全心全意对老婆专一的。嗯，我老公最好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有烦心事啊？工作上的事儿。怎么了？说来我听听。我这次升职没升上去，陈总从外面挖了一个新人来，应该会在我们两个中间选一个。没关系的，好事多磨嘛。我老公这么优秀，我们不着急啊。嗯，跟我妹怎么样了？说是今晚去你家解决。你呀、啊，平时你要去哪就跟她说实话，必要的时候你带着点她，她去多了看你也没什么事儿，就不总跟着你了。万一真出什么问题，你好有退路。像你现在似的，天天遮遮掩掩的，她能不觉得你心里有鬼，能不防着你吗？哎，果然你才是专家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慢慢来吧。她毕竟是我妹妹。我可不希望你真有什么问题啊，尺度要自己把握好。
够了吗？阿姨，我回国了。您之前说安安姐那儿随时都方便的，我准备先去她那儿，回头我再来看您。这就是安安姐家啊，真好。来来来，喝点水。安安可能去买菜去了。谢谢。哇，这花好漂亮啊！这可是我特意买的。这谁呀？怎么进来的？文浩哥，这位是……你还给他买花？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。故意找个女人来挑衅我是吧？还在到我哥家里来？你冷静一点啊！姐姐，你误会了，不是这样的。你管谁叫姐呢？我们也才刚认识。好啊，刚认识就勾搭上了，撒手！你这个男人有老婆，你知道吗？干嘛呢，任飞？哥，他居然当女人回你家！不是，就是，不是，就是！行了，你俩先别吵了。放开我！你听见了没有，文浩？放开我！你给我说清楚，这女人到底是谁呀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安安姐，你是十月？嗯。失眠的星星你看见了吗？而我藏在夜光之下苦苦挣扎，曾经拥有的家像指缝的流沙，只好躲进回忆找寻往日冬夏，目送你去远飞，往幸福方向飞，逃离该爱的虚伪，救赎我的惭愧，多遗憾的结尾，又无言以对，回不去的时光，回不去的回忆。送你去远飞，往幸福方向飞，逃离开爱的虚伪，救赎我的惭愧，多遗憾的结尾，又无言以对，回不去的时光，回不去的回忆，再体会回不去的时光，回不去的回忆，再